我不和你说了，我快到家了，我先挂了啊，拜拜。出现了跟踪狂，专门挑下了一班的落单女生下手。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没事吧你？怎么气喘吁吁的？没事，我刚跑步来着。我们在旁边酒吧有个聚会，都是一帮朋友，好多帅哥呢，要不要一起？好啊，正好也没事。走。你。人质，快上车！吓死我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谢谢你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当然是专程来找你的。幸好你没事，不然我大概要被某些人灭口了。放心吧，我知道了，先挂了啊。我尽量一早回来。哎，知道了，拜拜。你没事吧？嗯？谢谢你啊，失落。我也是圣人之托。齐战跟我说你今天会直播到很晚，叫我来看看，没想到正好就碰到你了。原职，虽然我们是校友，但是我们其实并没有什么交集。我不知道齐战是怎么跟你介绍我的。嗯，其实我跟齐战已经认识很久很久了，可能比你们都要久得多得多。失落，你别误会，我跟齐战真的没有什么。是吗？那真是太遗憾了。遗憾，我还是很喜欢你这个侄媳妇的。嗯，我们姐妹六个，齐战妈妈是我三姐，我是她的小姨妈。这臭小老师没大没小直呼我名，得好好的教育一下。就是从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乱乎鬼一个，到现在一点儿都没变。对，他这个臭小子，他怎么样都不肯让别人知道他有一个比自己大几个月的小姨妈。哎，不过他这个人吧，他不善于表达，又很讨厌别人干预他的私事，所以大学的时候啊才会被你误会。哎，你是不是不信？等着我证明给你看啊。大侄子，你说我是不是你妈的妹妹啊？来，快叫一句小姨妈。
喝呀。嗯。嗯。来。嗯。急着，急着，齐战这个人吧，他就是死鸭子嘴硬。他在美国的时候，整天的惦记你。我每次都劝他，我说你给他发个短信吧，他说。他说什么不想打扰你。他这个人不但倔，脾气还臭。有一次吧，嘿，我不小心把他手机给摔坏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反正手机也旧了，我早就想给你买个新的。别难过了啊。买新的？你知不知道这里面有对我多重要的东西？你能买得到吗？他鼓捣了一晚上，终于把几个文件从 iTunes 里导出来。我以为是多重要的东西呢，就一个手机铃声。对了，就是他现在用的那个。你愿意和我一起去美国吗？我帮你。我还有去的必要吗？有人找你。嗯，你找我啊？嗯，那我们边走边说。哎，齐战知道你喜欢配音，费了好大劲儿为你争取了一个好莱坞配音大师班的机会，原本是想拿到邀请函给你一个惊喜的，可谁知道美国那边手续出了点问题，他不得不先过去处理。你没事吧？全世界除了你，我谁都不想爱。全世界只有你，能让我心潮澎湃。全和你在时光里和生命之外，永远都不要分开。全世界除了你，我谁都不想爱。这一生尽全力，将缘分的花关。